没有发音上的问题，或者是哪个生词大家觉得需要讨论的？我刚才祷告听了没有都？我怎么觉得我关着麦呢？我说了半天。有啊，有听到啊，啊，那听我这到不了，被关没了问题，啊？全听到那了。我刚才我说我有个问题，我刚好对我有个问题。哦，你有问题那个部分我没听到，对不起，啊，对对，对对，我所以说我就一看我这麦这关着呢。那个有个问题，14章12节。14章12节，OK，好，嗯我们来看14章12节，OK，好，什么问嗯，题？他这个是那个 will，就是这个 the boy will die。你看他翻译就必死了哈，在这里他就没有那个将来时的那个，就是这个 will 的用法。我想知道这个。好，will 本身就有一定会发生的意思。哦，I will go to your house tomorrow。我一定会去你。其实这个 will 用 will 就是我一定会去。你明天你来烧烤吧。I will go to your house。但是我如果说 I may go to your house 的时候，不一定哦，对不对？我们现在学过的几个字可以把它串联起来。我们来看看。OK，如果你问我明天怎么样，下午2点钟我们开始烧烤，来不来啊？来不来？OK，我说 I will go to，OK，I will go to your house。这个意思是说我一定会去，right？你不要只翻成我将会去，讲 will 就是这个人的意志，他的意思，我的意思就是我一定会去，I will go to your house。你放心好了。可是如果我说 I may go to your house，这什么意思？I may，我会不会去？可能，可能，那你觉得有多少可能性？我说不好哎，差不五多，十五十、四十六十、三十七十，大概多少？50吧。五十五十，OK，I may，我有可能会去。OK，就是现在还不能定。OK，所以在不是100%的确定，我有可能去。看了，明天不下雨我就去啊啊，明天我有空我就去啊，就这种口气。OK，如果说 I likely will go，我后面一样用 will。I likely will go to your house，就是会不会去？Likely，昨天学过一个 likely 什么意思？这个 likely 也可以放到前头。OK，比如说，OK，我放到前头，我说 likely，I will go to your house，这个什么意思啊？I wish go。Likely, I will go to your house. Likely 什么意思？可能取可能。可能，right? 那比么跟不在了，I 给你 may 大块的替身经，看见了身经，那个你说。OK. Likely, I will go to your house. 跟 I may go to your house 哪个比较可能会去你那里Likely。？Likely 是相当可能我会去的。I may。五十五十不一定，right? I will，他一定会去，一定会去。OK，好，所以要看你怎么去回答。OK，I will 是基本上说话的人现在的意志，他是很一定要去的。I will go to your house。OK，所以这个 will 是这样用的。OK，好，所以在这个我们看一下哈，这个经文里头。OK，经文里面说，the boy will die，所以这个孩子会不会死？一定会死，还是不一定会死？一定会死吗？一定会死。一定会死，已经说了，他一定会死的。OK，如果说 the boy may die，有可能死，五十五十，likely the boy will die，怎么样？很有可能他会死。OK，所以这是不同的说法。好，所以 will die 从这个一个 will 你就看出来
这个事情是已经板上钉钉的事情，神已经说了他一定要死，没有办法。而且他在整个家族里面， Jeroboam 的家族里面，他算是个好死，对吧？他是死了可以埋的那一种，其他的都还不好死啊。其他的不是说什么狗咬了，鸟吃了，有没有？所以不一样的，他们家族里面， Jeroboam 家族里面，就是因为他们犯罪，这个孩子算是最好死的了，死了还可以埋的。其他的在我们中国人的讲法算全尸吧，是不是？中国人讲全尸， OK， 就是他死了还可以埋的那一种，死了都不能埋的，狗咬了，鸟吃了，叼走了那种，那就更惨了， OK。 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有一个郑老师在13:33那个 conceroding 是这个词，是叫 conscreated， 这字怎么念？ consecrated、oh, consecrate 呢是分别成圣， OK。 我们那时候讲在利未记的时候，他们在大部队逃出了埃及，在旷野里面走的时候， OK， 什么东西要拿进主帐幕里面？因为主帐幕呢，就是后来盖了圣殿以后的内殿一样的道理啊。神的灵会在这个主帐幕里面，所以凡是进去在那个地方的，都是要侍奉神的。那每一个人都必须洁净，必须 consecrated， 必须成圣。如果你们不干净的话，神是绝对完美的，绝对干净的，他不能接近你们的，这些人会死的，会被击杀的，对不对？所以要所有进去的都要很干净，这个进去 cleans 这个程度， OK， 这个程序就叫 consecrated。 He consecrated for the high places， OK， 所以他都把他们洁净，说他们是圣，说他们是干净的，说他们分别为圣。OK， 只要你愿意，你想做祭司，基本上你想做你就可以做祭司，是这样讲。 Anyone who want to become a priest， 任何人想做祭司，诶，我想做，我一辈子没做过祭司，我就想做，好，来，他就让你成圣，把你OK 成圣，分别为圣，就让你去当祭司了。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过程里做里头他所犯的罪有多么大。嗯，哎，这个是很可怕的啊！杀猪的、宰羊的，刚刚吵完架的，什么东西的啊？只要你来，你愿意，都可以来做祭司，哪有这样子的呢？是不是？对神太不尊重了。对，所以昨天我们问到这个问题 ，all sorts of people， 这就是这个源头 ，all sorts of people， 不是 all kinds of people，all kinds of people 有红的，有黑的。黑皮肤的、白皮肤的、长头发的、短头发的，那些都是外形，叫 all kinds of people， but all sorts of people 不得了了，啥人都有，只要你想做祭司，都来，都来，都可以做。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品德的问题，是一个他们是否讨神喜悦的问题。好，有没有问题？ Thank you. Thank you.老师，麻烦你，就是这就这节有个秋坛，秋坛在什么位置啊？它是那个，秋坛是哪个词啊？我这走了半天。High place for the high place. High place 那高处吗？不是，这叫对，字面上是高处，可是它其实是一个、嗯，如果你看过以色列的建筑的话，它通常都是在房子的上面，然后建一个高的祭坛。所以那个叫 high place， 它叫秋坛。我对，我不知道它是这个是怎么样的情况。我们可以查查看，看看能不能查出来秋坛长啥样，试试看啊，不知道会怎么样，看看有没有这样子的，比如说。秋坛，秋坛，
叫什么弹弹弹弹。试试看看这个秋谈，然后哎，怎么搞？我每次这个都会这个样子，很讨厌我的。好，看看照片有没有这样的照片。OK， 像这样的一个高起来的地方叫秋谈，在房子的上面，通常 OK， 就是一个高起来的地方。高台一样这样啊？没有分享，看不见啊？哦、oh, ，sorry， 我这个刚刚忘记了。OK， 好，这个在房子的上面有没有 ？OK， 或者是在像这样子一个高起来的地方 ，OK， 叠起来的地方，这个叫秋谈。嗯。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叫秋谈 ，OK， 这个是金牛肚他们画的 ，OK， 然后还有什么？所以基本上 high place 指的就是它是一个高起来的地方，高起来的地方做祭坛一样这样子 ，OK。我的字面理解就是说它比地面那突出来那么一块，对，高起来的，是不是？嗯、高起来的地方，对，没错。它叫秋坛，基本上就是一个做祭坛的地方，但这个地方是稍微要比地面要高起来的。That's right。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那个后面那个是 store 就是那个我有点不太理解。store 就是什么人都有啊？那块那个这节这三节这个 store 三十三节这个 store 后面紧接着这句话。Stores of people， 就是没有各种人。这个字，我想你讲的是这个字。Sort， 没有 store 哈 ，sorts。Sorry， all sorts of people， 各种的各样的人。这个各样的人，昨天我们上课时有讲过，有人问为什么不用 all kinds of people， 为什么要用 all sorts of people？ Kinds 是指外形上的，黑的、白的，黑皮肤、白皮肤。Right? 什么民族的，这个是 all kinds of people， all sorts of people 是指各种德行的人，各种各是指里面的东西，各种灵命的人， OK， 就不像以前他们犹太人的标准，哦，一定要是利未人，利未人的话呢，就是一定要至少他们是家传家的这种在侍奉主的这个经验，是吧？利未人是他们都是专业的 ，OK， 祖父传给爸爸，爸爸传给儿子，都是干这一行的。现在是啥人都可以来，但是这个 source 指的是各种种类的人，这个种类不是指外形，而是指里面的问题。All sorts of people， 你觉得神能接受这样吗 ？All sorts of people， 侍奉神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事情，一定要分别为圣，你不能随便。这张三要当祭司啊、哦，好好好，你来。李四你要当啊、哦，好好好，你来。不能这样 ，OK。所以问题就出在这个 all sorts of people。好，有没有问题？谢谢。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没有了，没有问题了。老师，十三章二十六节的讲了吗？好，二十六节，我们来看看二十六节怎么样。二十六节怎么样？嗯，有好几个 defy 毛，毛 ，OK， 好毛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 ，OK， 什么叫 defy？ 有没有人知道什么叫 defy？违背 ，right? Defy, OK? Defy 用在什么地方？比如说什么 ？Defy， 违抗、违背人家。我叫你做什么，你不听我的 ，OK？ 而且这种违背呢，是有蔑视的、藐视的意思，看不起你。我就是要这样做
藐视，因为看不起你，所以我违抗你，我不这样做。OK， 所以叫 defy the word of the Lord。所以这个 defy 不得了，你违背神的话，而且你是藐视神的话，看不起神的话，你就不这样做。所以这个 defy 这个字可厉害哦，可厉害，不是只是你不做，你不听话而已，而是你根本藐视神。OK， 所以这个 defy 要注意这个 defy。 好，有没有问题？好，另外一个 which has maul him， OK， maul M-A-U-L， OK， 这个是什么意思？他在这里是讲什么狮子什么抓伤了他。 OK， maul 本身是什么东西？有没有人知道 maul 本身是什么东西？不知道。那是就是哭的意思，爱哭到哦，不是那个爱哭，那个是 more， m-o-u-r-n 是不是 more， 那个是 more。 OK，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 more 是什么东西。这是一个名词， OK， 这可以是一个名词的。 OK，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然后我把这个打开。好，大家看一下我这个画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下，看一下这个，这本来是一个名词，这个东西像一个什么东西？斧头，有点像斧头，是不是？然后呢，哎，这个下面那个大家就不需要了，这个是 maul。 什么叫 maul 啊？有点像斧头，有点像榔头还是什么东西，这种很大的这种东西，这是一个工具，对不对？这是一个工具。 OK， 所以一般来讲，在以前做这个东西呢，是你是把什么东西给劈开来，弄开来，把它分成两半，这样子的东西。现在名词就是做这样的东西叫 maul， 这个东西叫 maul， 是一个长形的。 OK， 所以 maul 跟 axe， 这个 axe 是斧头， maul 跟 axe 的差别在什么地方？跟斧头的差别在哪里？ axe 是 ax， 这个 axe、哦、它是短的斧头，长的就是 maul， 长的就是 maul。 OK， 所以maul 是比较长的那种。 OK， 把什么劈开来，把什么撕裂开来。 OK， 一个东西本来一大块，把它一劈变成两半，这个叫 maul。 好，那这个东西，这个字名词是这样用，如果它做动词用呢？动词什么意思？动词什么意思？裂开，就是把它撕裂开来，就是把它像用那个工具一样把它给撕裂开来，叫做 maul。 OK， 做动词用。所以这个地方是狮子 mauled him， 狮子把它撕裂开来了，把它劈成两半了。 OK， 人变两半了。 OK， 把它 给拉开来了，好像撕裂开来这样，这个叫 maul。 OK， which has mauled him and killed him。所以这个人死得很惨啊，他是狮子，他这里只写狮子抓伤他，其实这死得很惨，他是整个被劈开来。 OK， 就是撕成两半的，狮子的那种杀他的方法是很惨的，叫 maul。 OK， 好，有没有问题？他跟 X 不同，斧头不同的地方就是这个东西是长柄的，你这样想好像长柄的一个斧头，可以把什么东西给撕裂开来，什么东西给劈开来，那个东西就叫做 maul。 OK， 你用这个去把人家给打伤了，用等于是用好像大锤子一样， 这就像一个大锤子给人家把它 给打伤了，这个就叫做 maul。 maul him， 把他伤了他，然后又杀了他。狮子呢是把他这样子给杀死的。 OK， 好，有没有问题？老师，前面那个 likely 那个我还没听清，那个前面那个什么
什么 likely 哦，我们前面有讲 likely 就是昨天嘛，也许昨天不是有讲 likely 吗？ likely 就是 possibly 的意思，就是有可能性的。所以我们现在讲这三个句子里头，第一个 I will go to your house， 那表示一看 will 你就知道 I will 的话是我一定会去你家，肯定的哦。明天来不来？ Yeah yeah I will go， 只要我回答 I will go， 你知道我是一定会去的哦，我心意上是一定会去的。 I may go 50%-50%，恐怕只有50%的几率我会去。 I may go 我可能会去。 OK likely 很有可能我会去，这个 likely 呢就比这个 may 要再更大一点的可能性会去了。 likely I will go to your house， 很有可能我会去。 OK 所以这三个句子的程度上是不一样的。 I will go 我一定会去， I may go 50%-50%有可能大概会去吧，可能吧啊，看看吧，就是中国人的那个口气，看看吧，我会去吧，这样子。Likely 呢，很有可能我会去，所以这个 likely 就已经超过50%了，可能60%、70%、80%左右，很有可能我是会去的。好，有没有问题？那 will 怎么我们怎么能看出来它带有将来的那个意思呢？它就是将来啊，就是说我一。这是未来的事情，我一定会去。可是说这个完全是以说话人本身的意志，他当时说这个话他用 will 就表示说、哦、明白了，我确实有这个意思，我真的会去 I will、嗯、对、嗯、现在还没去呢，但我肯定会去，他本身也带有将来的意思、嗯、所以他说我将要去你家，或者我将要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其实在我说话的人的意志、嗯、我都是要做的，我愿意要做的、嗯、明白了 okay, I will。 比如说小孩洗澡，哎，去洗澡，为什么还不洗澡？ I will， 这句话什么意思？ I will， 我一定会去洗吧，然后我会去洗，你不用叫了 I will， 但是我现在洗没有，我还是屁股坐在电视机前面不动是吧，你懂吧，你叫小孩去洗澡，小孩 I will， 好，还是坐在电视机前面不动 I will， I will 什么时候 will 啊，不知道。那妈妈说你再不洗电视就关掉， 5 minutes OK 马上洗澡， OK 必须去了，对不对？ OK 好，所以 I will 就只是说我会做的，我会做，就像中国人讲你叫小孩去做什么事情，赶快赶快把手洗了、啊、我会做，我会洗，我会怎么样，但屁股就是不动，就是就是不做，现在就是还没有做，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再等了，因为 will 是可以是未来发生的事情，我说我会做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做，有这个问题。 OK 好，但是人说了 I will 跟神说的 will 是不一样的，神如果说这个人He will die， 这一定会发生。人说了，有的时候怎么样？等一下心意又转变了，哎呀，我不想洗，不想洗澡了，我要先睡觉。哎呀，我不想写功课了，对不对？他说话的那一刻，他心意是很想做的，所以他说我会做。但是十分钟以后还没洗澡，二十分钟以后还没洗澡，还在电视机前面，你怎么说？你不是说你要洗澡吗？Yeah, I will. 那我就跟他讲，我说 OK， 如果你在五分钟之内不洗澡，电视马上立刻关掉，一个礼拜不准看电视。OK， 马上就去洗了。Right? 好，没有问题啦，没有问题啦。OK， 好。还有，哎，对不起，哦，sorry， 还有一个那个第那个十四章六节的那个 wife of somebody 那个。十六章四节，要不十四章六节 ，sorry， 十四章六节，好，对，六 ，wife of Jeroboam 怎么样 ？Tommy wife of Jeroboam， 对，因为我学的就是说 ，of 这个词是用在没有生命的关系用 of， 那个有生命的关系是，比如说我爱人姓姚吧，就 I'm Yao 加撇 s Yao's wife。
怎么这边用人了、嗯、这是我学的是没有生命的是用 of 是同属关系，有生命的是人的姓加个撇再加个名这样的，这是我学的。嗯 OK， 他为什么要用 wife of Jeroboam？这是很有意思的，他为什么要这样说？是可以说啊，什么什么人的 wife， 嗯，可以这样用啊，没有问题啊。对，可以问。他为什么用 wife of？ 这个不明白，是同属关系吗？你会不会说 I am 什么什么人 ，wife of 什么什么人？你会这样说吗 ？Say your man to my man, and they'll fix it up. And Roosevelt 会这样说吗？你会不会这样说？我跟人家自我介绍的时候，我会说：“哦，我是John 的太太。”I'm John's wife。会这样吗？对 ，I'm John's wife。对，那是那种情况是你跟你太太，你跟她的关系怎么样？很亲密 ，right？、Mm. I am John's wife。Yeah. 对不对？嗯、mm-hmm. 哼 ，OK。如果我今天是在门口管报道的。现在所有进入这个会场的人都要来给我打个勾，那这个名单上是大家的名字。 OK， 你是哪一位啊？那我们的关系，你跟我的关系是很疏远，我不认识你，那你不会说 John's wife。 OK， 你可能会说，因为牵涉到可能要丈夫的全名，比如说 John Morrison， 这名字很长对不对？嗯，我如果说 I am John Morrison's wife 也可以了，但是他们通常如果现在是只是一个守着门要报名打勾的人的话，我不需要跟他讲 I'm John's wife， 不需要这样讲，我可以说 I am the wife of John Morrison。 哦、oh, John Morrison， 好， John Morrison 登记了两个人啊，一个是 John Morrison 自己，一个是他太太。 OK， 我知道了，我给你打个勾，好，你进去。哦，明白了。嗯，所以通常如果是在一个宴会里面，我们在彼此介绍看得到脸的，而且我们地位相当的，我们在互相做介绍的时候，我可以马上就跟你说 Hey， I'm John's wife， 我也不用整个讲出来 John Morrison， 因为你们已经认识我丈夫了对吧，我说我是他太太、嗯、OK， 好，那或者是有的人更亲密一点 ，OK， 丈夫可能说 ，Yeah， 丈夫回应一下说，She is my best half， 这什么意思？嗯，她是我最好的另一半，对不对？那我们的关系很亲密了。但是我现在如果跟门口看门的一个大爷，我现在要进去这个会场。大爷谁也不认识，他就拿个名单打勾而已，你谁呀、啊、你谁，你是挂在谁名下了，报名了没有啊，交钱了没有啊。哦，那你说 OK， I'm the wife of John Morrison， 你一讲 John Morrison， 他就开始找这个 John Morrison 的名字。哦，找到了 John Morrison， 下面有一个 John Morrison 的 wife。 哦，你是不是叫什么 Mary 啊？哦，就是你啊， OK， 好，打个勾。这种情况之下，所以你理解哈，如果你讲什么什么人的 wife 的时候，你跟这个人的关系你是友好的友善的，你愿意跟这个人亲近，是不是？对，非常像。对、yes. 如果我下面这样讲 I'm the wife of John Morrison 的时候，你跟这个人想亲近吗？不需要，不需要、嗯、OK， 好，那现在你来看这个句子里面，这个经文里面谁跟谁说话？他是来找那个神人、oh. 对不对？是、okay. yeah. 那个神人跟这个女的有关系吗？ No， 他没有关系，他完全听命于神，神已经事先告诉你了，接下来来找你的就那个女的，就他老婆 OK， 然后呢，所以他不必跟他废话太多，也不是在什么宴会场合里大家友善握握手搂搂抱抱，不是这样子，现在这个女的来就是有话交代她，就这样神透过她的嘴交代事情就得了。而且这个女的来说实在她还不是很善良，她还自己做了伪装乔装打扮一下对不对？你如果坦坦荡荡你干嘛要这样呢，是不是？所以神她
这个人眼力劲不好，因为他年纪大了，他看不清楚，但是神已经马上已经先告诉他，来的这个人就是他的 wife。所以他也不知道这个人叫玛丽啊，叫什么，叫阿兰啊，叫阿花，他不知道，他只知道神跟他说 wife of Jeroboam 来了。所以他叫他的时候也是用很生疏的叫法，来进来吧 wife of Jeroboam， 是这种口气。因为我跟你不必废话，不必跟你多说太多，我知道你今天来的什么目的，神已经交代我了，都给我交代好了，我现在借着我的嘴把话给你传达到了，你知道了，就这样，对不对？神借他的嘴就是要把这件事情的结果告诉他，你这个孩子一定要死，没办法，而且偷着乐吧，你这个孩子算是好死，在你们家族里算是好死，因为神觉得你家族里面就这孩子不错，所以给他保留全尸，他是可以埋的，你们家其他人都完蛋，我告诉你，到时候狗咬着，鸟叼着什么的，可能连坟墓都没有的那种，对吧？所以是这么一个语境之下，所以他讲的话就是 wife of Jeroboam。就像我今天如果是这个小区里面帮你修水管的，我上门找，我只知道王太太，我当然敲门，哎，王太太你好，我是修水管什么，我跟你不热络，不需要啊，我是来把我工作做完就好的那种，是吧？你是不是王太太啊？你是不是406的李太太啊？是不是都是这样问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公事公办的口气就是这样 wife of Jeroboam。好，有没有问题？而且他一句就把他戳破 Why this pretense? 你干嘛呀你？你为什么要这样乔装打扮呢？干嘛装这样呢？还假装你不是这个，我直接已经告诉你了，你就是 wife of Jeroboam， 你就是 Jeroboam 老婆了，对不对？你何必这样？对，我还有个问题，那个 if we are in the public place, we missed, 如果我和我的丈夫在那个公共场合的话，我们用最好是用 the 那个 wife of your 还是 yours wife, which one is better? 你要跟谁介绍？首先你要跟谁介绍？如果你今天在一个公众场合，在一个 party 里面，如果是向上司介绍，或者你现在是要去见英国女王的话 ，OK?那个最好不是你自己来说，哎，我是谁谁谁的老婆。一般的礼貌的性质是你先生要把你介绍出来。This is my wife, Mary. Okay, Mary Morrison. 有的人比较正式点，会把你的名字整个再讲一遍 ，Mary Morrison， 把你那个后面的姓再讲一遍。哦，那就 Mary, Mary， 你好，这样，通常是这样。哦 ，Okay， 谢谢。明白了。最好，谢谢。最恰当的是。你先生把你介绍出去，这样是比较好，比较恰当的。OK， 谢谢。好 ，OK， 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其他的问题？老师，那个第八节，十四章的第八节。第八节来，第八节怎么样？有一个那个 Power 不是妻儿的过去式嘛，然后和前边那个 More， 就是它两个都是撕裂、撕碎的意思，它两个的区别在哪里？是不是这个是？撕成碎片，那个是撕裂开，可以这样理解吗？等一下啊，这个十四章的第八节还是十八节？第八节。第八节里头哪一个字 ？I tore， 你看，哦 ，tore， tore， tore， tear。OK， 它的原型是 tear， T E A R， T A R。tore， tore 是怎么样？把一个东西拆毁，把一个东西。毁就是说把它给好好的东西把它给 tore the kingdom away from OK 从你们家里面给它拿走给它夺走或者是把它给拆毁掉了这个叫 tore 它不是那种暴力的这种 maul 刚刚那种是你已经都看到 maul 的工具了对吧那么大一把锤子斧头你用这个把人给劈了活劈了那个是很暴力很血腥的我们这个 tear 只是说把什么东西给拆毁了 OK 把它比如说从以色列
耶路撒冷拆毁了，把它搬迁到什么地方、啊、这个地方是说从大卫王的家里面，他家族的 House of David 是大卫王的家族里面把这个给拿走了，以后你们家就没有这个王国，你们就没有这个权利了，是这个意思。哦，因为刚才我从有道里面查的，他说是撕碎，也有那个意思。哦，也有那个意思，可是那个是话，你比如说吧，犹太人有的时候他们有一个习惯，他们很伤心的时候 ，right tear the clothing down， right， 通常他会有一个 tear off， 把它撕掉，或 tear down， 把它拿下来撕碎，那个是有撕裂的意思，就是好像我们叫什么，中国人讲锥心之痛啊，然后我就哇哭得很难受啊，什么就把衣服给撕了，那个是表达他们很难受的意思。OK， 撕破撕裂什么东西，但是那个时候呢，你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得出来，衣服的话你可以说撕啊扯啊，把它撕碎啊，这个样子。好，在 kingdom 不可能撕碎， kingdom 是把它拆了， OK， 你可以说把它拆了， OK、啊、但是这个地方是指说 tore the kingdom away from 就远离什么，把它从等于是从这个大卫的家族的手上把它给拿走了，这个 away from 你要注意，这个 tore away from 后面接的这个介词表达出来的意思，就不是单纯的只是像撕衣服那个样子。 OK， 明白了老师，谢谢。好， OK， good，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有没有其他的人有别的问题？十四章二节的有一个词，靳老师刚才也没有讲，因为有一段我是出去了。第二节来怎么样？第二节就是这个 recognized 但是这个 G 呢有吞音的效果， recognize g 后面的 a 吞掉了， recognized 这吞的不好吞，这个在 recognized OK， 什么叫 recognized 什么叫 recognized？他是说让他改装吗？这意思认出这个东西你认出来了， OK， 这个东西你可以确认它是什么东西，这个东西我都 认不出来了，这个东西哎呀放了15年20年以后从我们家仓库里找出来不认得这个东西， I cannot recognize it。 我们不是有那种小孩走失的15年以后找到了，在什么陕西什么窑洞里面或怎么样怎么样了，我现在都认不出来这是我女儿了，我认不出来这是我儿子了。 recognized 就是说他认得出来认不出来。 you won't be recognized， 你不会被认出来，这是一个被动式。 be recognized as the wife of Jeroboam， 你不会被他们认出来当作是 Jeroboam 的老婆，他们认不出来你是谁谁谁了，你被就是你没有办法被认出来、啊、你要去 disguise 是什么，乔装打扮 disguise， 那个军队常常穿一个迷彩服有没有，什么头上绑两个树枝啊，是脸上都涂黑啊，抹绿色的啊，抹白色的啊，雪地里面他就把全身都穿白色，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就是要乔装 disguise， 所以我们叫迷彩服对不对，迷彩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乔装打扮让你在野地里认不出我来， 我军队打击的时候认不出来，我穿了这个衣服就跟环境混为一谈了，你就全部混在一起，你就认不出来我是个人在野地行动了，这个叫 disguise 乔装打扮、啊、所以你要把你自己打乔装一下、哦、变装一下、啊、So you won't be recognized。 Be recognized 就是说被认出来、啊、不会认出来是、Jeroboam 的太太。 OK， 好， recognized。
recognized. Recognize. Mm-hmm, very good. Recognized. Thank you. Thank you. 好，还有没有其他的字？有其他的问题吗？没有了。好，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就讲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是什么？雅各书啊，雅各书。我们今天雅各书好像是五章了，是不是？五章第一节了。看一下五章第一节。OK， 好，我们来。看一下五章的第一节，五章的第一节一开始 ，OK， now listen， OK， 你看这里有个标题 ，warning， 我们今天的经文里也有讲 warning， warning to， warning， 什么叫 warning？ 是警告的意思，警告 ，OK， 警告你 ，OK， 提醒你 ，OK， 让你要小心 ，OK， 好，所以这个地方说。To reach, reach 我们知道很有钱的人，对吧？ Appraisers, OK, 什么叫 appraisers? 什么叫 appraisers? Appraise 是什么意思？这个动词 appraise, 他 appraise 我， appraise 干嘛？他做了什么事情？ Appraise 是不是压榨的意思？压迫、压榨， OK, 这些都是叫appraise，appraise， appraiser 呢？什么叫 appraiser？ 后面加个 or 啊 ，appraiser 那是什么的人，对不对？干这个事情的人，这个人是干什么的？压榨别人、压迫人家的人，坏蛋，对不对？坏人，他压迫我啊，他欺负我 ，OK， 这种叫压迫。这些首先前面是 rich 又 appraiser。他是有钱又压迫人家的人啊，这种人，中文为富不仁是不是？他翻成为富不仁，就是你有钱，但是你不做好事，你有钱你欺负人家，你压榨别人，这个叫 rich appraiser。OK， appraise 的意思就是欺负人家、压榨别人。好 ，now listen， 你现在听着哈 ，you rich people， 你们这些有钱人呐、啊、，you rich people。Weep and wail because of the misery that is coming on you. 注意是 on you, 哈。你们啊，现在做两件事情，这些有钱人啊 ，weep, weep 是什么？是哭泣吗 ？Weep 是哭泣，抹眼泪哈。Weep, wail 呢 ？Wail 是干嘛？嚎啕大哭。Wail 是哭出来大声的那种。哦，我不要活了，这种叫 OK， 嚎哭，要嚎出声音来的那种叫 wail。如果你在那抹眼泪，那是 weep 啊。不管你哭出声音来没哭出声音来 ，weep and wail， 你们等着哭吧，你们就要哭 ，OK？ 因为什么？他叫他们哭，叫他们嚎哭，因为 because of the misery。misery 是什么东西 ？misery。Misery 是要倒霉了，反正倒霉的事儿，对不对？苦难的事情，悲惨的命运 ，miserable， right？ 我是非常可悲的 ，right？ 这是悲切、悲切切的，很悲伤的事情 ，OK？ 很悲哀的事情叫 misery，OK？、Okay? 因为这个悲伤的苦难啊 ，that is coming on you。为什么用 on？ 为什么不用 in 呢？为什么不用 at？ 为什么要用 on？ 什么意思？因为是要来到，突然间在他身上就
就来到了。它这个概念是很具象的，一个东西啊，好像黑云，黑云罩顶，是从上面来，倒霉的事情从上面淋到你的头上来，压到你的头上来，这个用 on， 你人在下面，它从上面给你压下去，给你盖下去，这个叫 coming on you。所以我们翻译的时候，它翻成淋到你们，淋到都是从上面来的咯，是不是？你下雨，这个雨淋到你，雨整个弄到你身上来，这个叫什么？都是从上面来的 ，on you。所以这 coming on you 一响，这就非常具象，那个画面就很清楚了 ，right？ 好，你们听好了，你们这些有钱人啊，你们哭吧 ，OK？ 你们这个你们就大声的嚎哭吧，因为这些悲惨的事情、苦难呢、啊，就要淋到你了。That is coming on you. 注意这个地方是现在进行式。是不是感觉很恐怖？现在进行式就是好像黑云马上就要罩顶，这苦难马上就来到你身上了。OK, it's coming, it's coming, it's coming on you. 现在进行式。好，有没有问题？ It's coming on you.这个金老师就这个 because of the misery 是吗 misery 发字字的音不是字的音 misery 啊哈 misery 这个还有这个 weep 这是短音哈 weep 不是那个 weep长音 weep 两个意义长音是长音啊、weep OK misery 指的就是苦难就是悲苦的事情、倒霉的事情啊、misery 好那个我们 why 是爱的音哈 wait 你的那个你要注意不能 why 你嘴巴不能张那么大 OK weep will aid Will 对不能像外面的外那么大的嘴不行 okay, Will 是嚎哭哭出声音来的那种 Will right 对 Misery 哈我们还有一个字也很好用所以现在名词是 misery 你已经会了 OK 如果这个 miserable这是什么 ？miserable， 什么叫 miserable？ 这我们常常用到 ，miserable 是它的 miserable 形容词 ，miserable 悲惨的，悲惨的岁月，我悲惨的人生啊，我悲惨的学生生活啊，我悲惨的什么什么东西啊 ，miserable。miserable OK 是它动词形容词 miserable 是它的名词 miserable 所以 misery 就是指那些悲惨那些苦难都要来了你们这些为富不仁的人你有钱但是你欺负人家你迫害人家那你等着吧等着哭吧 OK 你就是等着嚎啕大哭了我告诉你你该你哭了你现在可苦难都要临到你头上了就是这个意思 misery OK miserable 是形容词 OK 比如说我们说 his life is miserable 他的生命是怎么样他的生活是怎么样 miserable 是悲惨的他的岁月他的生命是悲惨的OK 他的生活都是悲惨的他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miserable OK 好 misery miserable 有没有问题 miserable 没有问题哈谢谢这还比较简单今天的这个 miserable 好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哈该不难哈就是跟这些富有的人讲 OK appraiser 是指这个迫害人家的人迫害人家的人所以是坏蛋、啊、Now listen You rich people 你们这是 rich people 跟 you 是 同等位置的你们这些有钱的人、啊、Weep and wail
weep and wail 这两个要讲清楚哈，都是长音长元音 weep e 的长音 ai wail a wail OK weep and wail 为什么呢？为什么叫这个地方是祈使句啊？ OK 你们哭 OK 叫你们嚎哭，为什么？ Because of the misery that is coming on you， 这个悲惨的事情苦难就是要临到你头上了， Because OK。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没有问题了，应该很清楚了哈，今天这个没有问题了。好，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了，那我们今天经文学的经文也没有什么问题了。 OK First Kings， 然后我们这个刚刚讲的这个雅各书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好，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吗？老师，他这个雅各书，他这个前面这个，他那个字啊，嗯，他这个 no listen， 其实就是说你们给我听好了，是这个意思。但是他翻的这个翻译成这个 hi 呀、啊、是什么？就这个字好像在汉语里都很少见 ，hi 就这个，这就是个语气词，是不是？不知道，我不认识这个字。说实在，我中文不是很好，我不认识。是，我也不太那什么。我觉得我识字量够多了，这个字儿我始终不理解。那这个，这回看到原文圣经知道了，这个就是说你们给我听好了，现在就这意思。对，没错。嗯嗯，雅各是一个很有，他至少在宗教信仰上面，他是一个领导者，对不对？他是耶稣的门徒，对不对？所以他是很有，他讲话是很有权威力量的。Now listen， 你们这些人听好了，就是你刚刚那个口气。对，你们这些富有的人，为富不仁的人，你们这些有钱人听好了，给我听好了。OK， 好 ，weep and wail， 多么有力，就两个字 ，weep and wail， 去哭吧，哭，叫你好大声的嚎哭吧。为什么？因为这些 misery that is on coming on you，misery is coming on you， 这个苦难都已经要来了。当头棒喝，是不是？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有一个这个二章的，您能帮我解释一下二章的七节？哪一个二章？就是这个雅各书二章的七节。哦，你看一下后面啊 ，Vicky 有给我们帮忙一下。Vicky 说他这个字啊，口字旁在一个害，他是读作害。他说这个表示伤感、惋惜、悔恨。那是不是像有像口语的那个唉叹口气那个声音，好像有点像这样子。是因为新华字典没有，它是康熙字典，现在人们都不太用这个害了、哦、就直接会用那个口字旁别的爱呀、啊、害呀、啊、还有那个大海的海的那个害。对对对，那害的话那个太高了，那个太欢喜了。害啊，海海，如果加个大海的海的话，我知道这个意思，好像我感觉上是唉，给我们叹口气，哀叹。哎，你们这些人呐、啊，这样，是不是这个口气啊？好像是这样的口气。OK， 好。哎 ，Christina， 你说二章吗？是第一个书的二章。对对对。没有分析这个有点不太懂这个。好，二章第一节。第一节，第七节。哦，第七节。一二三四五六七。好，第七节怎么样？嗯，就是说你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跟他的英文我怎么觉得闹不懂他这个。 OK， 首先希伯来语或者是希腊语也是一样，他们喜欢用，犹太人喜欢用否定的问句，其实是达成肯定句的意思。你不是明天要来我家吗？这个意思就是你明天要来我家。OK， 你不是每个月赚五万块吗？我的意思就是你就是每个月赚五万块。OK， 否定疑问，但是是表达肯定的意思。好 ，Are they not？ 他们不是这样的吗？什么样呢 ？The ones 那些人 ，The ones who are blaspheming 是干什么的？亵渎。Are blaspheming， 这是一个现在进行式，他们就是做这些事情，正在做这些事情。OK， 亵渎了什么东西？亵渎的东西放在后头 ，the noble name，
The noble name, 什么叫 noble name? 谁的 noble name? 敬奉的。Noble name, 谁的 The noble name of him, 指的是谁？他的 noble name, 他是谁呀？应该指的是亵渎上帝的尊名。你们不就是那些专门亵渎上帝的这个尊名的人吗？ OK, 这位上帝呢 to whom, 这个 to whom 指的是什么？ whom 指的是这个他， to whom you belong, 这位上帝你们是属他的，你们是属于他的、就是、你们属于上帝，然后你们又亵渎他的尊名，有这个道理吗？不可以这样做，对不对？ belong, to whom you belong, 所以这个 to 是跟 belong 连在一起， belong to, you belong to him, 你属于他， you belong to him, 你属于他的， OK, 这个小孩是属于你们家的， he belongs to you,他属于你的 right? 对不对？这个是，这个男人是属于你的， He is your husband, he belongs to you, 他属于你的，对不对？ OK, 好，所以你们就是做这样的事情，你们不就是这样的人吗？其实就是说你们就是干这样的事情，这是肯定句，用否定疑问来表达肯定的意思，你们不就是这样的人，干这样坏事的人吗？你们就是那些亵渎这个他的尊名， OK, 也就是这位上帝是你们属所属的这一位上帝的尊名啊，你们就是干这样的坏事啊。 OK, blasphemy, blasphemy 指的就是亵渎， OK, 不尊敬，你们根本就是属于他的，因为他是造物主，他把你造出来，可是你们居然敢做这样的事情，亵渎他的尊名。Okay. 好，有没有比较丰富，他的英语表达的比较丰富，这个汉语翻的呢就哎呀就比较简单，就我看太好了，你现在读了英文版，你读通了以后你就懂了，你没读通的时候你啥也看不懂，不是吗？对不对？那就表示你现在英文程度好了，提升了，对不对？看出来不懂的了，能知道哪个是懂的，哪个是不懂的了。哎呦，你就是你现在学通了以后，你读懂了以后，你就可以看出其中的端倪。你没有读通的时候，你是不知道的。你反正你就纠结在那些中文字里头也看不懂，然后搞不清楚他们到底在讲些什么东西，对吧？那现在你一看这个句子就非常清楚了。对对对，那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些笨蛋，你们明明是属神的，神是你的造物主，你就属于他，然后你还敢干这样的事情，去亵渎他的尊名，你们这些人太不应该了，就是这样的意思。 OK, 其实他这意思是说了几层意思，你们属于神的，完了你们那个在亵渎神，而且是用的是否定之否定的，是肯定是吧？他喜欢用这种否定的问句，但是其实表达的都是肯定的意思。哎，你不是叫张三吗？意思就是说你就是叫张三呢、啊，是不是？哎，你是不是你不是把那个桌上的水果吃了吗？你就是把桌上的水果吃了，是不是？嗯，它是跟前面是紧紧相连的，你们羞辱了穷人。对对，就是把、这个、你们羞辱了穷人，干这些坏事，对不 对, 对，欺压了，欺压了这些穷人。对，你们欺压这些穷人，羞辱穷人，其实你们基本上就是亵渎了神的名。Yeah, 你们干坏事就是亵渎了神的名。 Blasphemy the noble name of him. 哭啊！我现在就是还有老是这个 who 啊，什么 what, 要不然就是这些词，我还是有点乱，好乱。其实他这个地方啊，如果他不这样写，他为了要把这个 to whom you belong, 你是属他的、这个概念非常重要。OK, 如果他后面这一句这几个字都不要了，
它就是只是说 blasphemy his noble name 也可以，对不对？你们亵渎了他的尊名 his noble name， 你不用 noble name of him， 可是他用 noble name of him 的目的，他这样写的目的是因为 him 的后面就可以再接这个代名词，把这一句给拉出来，这四个字给拉出来了。对，就是你是跟他有关系的，我们跟神有关系的，所以 是的，这个是非常关键。你干的就是你不能干这样的事情，因为你是属他的。嗯，因为你这个亵渎的这位神，他跟你是有关系的。不是路上的阿猫阿狗你把他亵渎了，而是你要知道他是一位创造者，他是造你的人，你根本就属他的，然后你还干出这样的事情来，你亵渎他的尊名，这是不可以的。对呀，他那个这个括号里边有所敬奉，所敬奉的其实也是，这是跟神，我们应该是尊重神的。他用敬奉，英文里面是说 the noble name， 是指说他本身就是一个尊名。To， 因为他这个地方他没有办法，中文没有表达出来 to whom you belong， 所以他就用所敬奉。OK， 那其实所敬奉的概念是你根本就是属他的，他造你出来，他是你的造物主，你不属他，你属谁呀？ OK， 是，对不对？这个这就像，这就是我们家养的羊，这就我们家的，这属于我们家的。我们家买的车子还不属我们家吗？当然是我们家的咯，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是属神的，因为神造我们，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当然属他咯，是不是？难道你会属别人家吗？嗯，是。所以说这个其实神说的这些人都不是说外人，而是属神的人，也就是说信奉基督信奉神的人。对，没错，你就是属他的，就是你自己的家长，你的阿爸天父，那你怎么可以做这样亵渎的事情呢？不可以的。对，这个 警告一下，解释。对，还有第十节，二章的第十节有很多不懂，就没法怎么样熟悉它，就是第二章的第十节。嗯，哎，有可能是第二章的第十节。第二章第十节是这个吗？看看，第二章的第十节。我今天就复习的时候就不懂，哎呀，对对，就是这个。您帮我们讲一讲吧。Whoever， 谁是 whoever？ 什么叫 whoever？ 所有老师，凡都是都算上吗？任何一个人吗？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人。OK， 任何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Keeps the whole law。OK， 任何一个这样的人，我后面就描述给你听什么样人啊？这个人是 keeps the whole law， 他守了全部的律法 ，whole law， 全部的律法他都遵守了。但是 ，and yet， 这个 yet 语气就转折了。但是他 stumbles， 什么叫 stumbles？ 老师就绊脚了，跌倒了。绊倒了，他跌倒了，他在一件事情上跌倒 ，just one point， 有一点，就一点上他跌倒，什么 ？is guilty of breaking all of it。他如果什么都好，所有的律法都守了，好丈夫、好爸爸、好什么、好什么、好员工 ，OK， 他什么都好。但是他在一点上跌倒了，他好色， 我随便乱讲的哈，他就这件事情上他跌倒，他好色，这个基本上他这样的人 is guilty， 他就是有罪的，他等于是什么事情有罪呢？ breaking all of it， 他等于把所有律法都犯了。你说我没呀，我就只是好色呗。No， 你纵然你守了全部的律法，你有一条不过关，你就等同于
你这个考试全部都当掉了，没有通过，要全部都及格才可以。你知道我们做神的儿女很不容易，标准很高的，很高很高的。你说上帝啊，你原谅我吧，我这就是小小好色，我其他也没有别的了啊。这话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人常常对于自己的缺点都是无限缩小的。哎呀，我就只是好喝两口，我喜欢喝酒，我就常常喝醉发酒疯啊，我就是只是还爱抽个烟嘛，我也没别的嗜好了，是不是？人常常这样讲。哎呀，我就是喜欢女人，我就是喜欢好色，对。但是圣经上这一节雅各书二章十节告诉你说，纵然你守了全部的律法，但是你在一点上面跌倒，基本上就等同于你是犯了所有的律法，你都犯了，你是有罪的。这个一条是不是就这个 one point， 这就叫一条 one point one point、oh. 一点上面跌倒，就像我刚刚讲这个人就好色、oh. 他其他都好，啥都好，他也是一个很认真的丈夫，对家里也很有责任，对小孩怎么样，但是他就好色。这个 one 可以不可以改成那个 a 呀、啊、a point 可以吗？ one point 的语气更强，嗯， one 不是 two 不是 three， one 就一个，有没有？我们汉语也是这样，就一个事情我不能原谅你，就一点，有没有？我们要把这个 one 讲出来， one。这个 one 是跟前面的 whole 是相对应的，相呼应的。前面说他守了全部的律法，全部全部全部，但是有一点一点一点好色，对吧？所以 whole 跟 one 是互相相对的。That's the point。 嗯哼，有没有问题？就是这个 stumble and just stumble and stumble 这个字的读的时候、那个 u 是一个啊啊短音、所以凡是这个字里面一有短音之后，我告诉你这个就开始有节奏感了，就有点像你唱歌的时候它就很节奏感。 stum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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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 就是这个感觉。 stum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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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跌倒绊倒了。嗯，你站在一个什么什么地方，人家脚伸出来啪你跌倒，这个就是 stumble。 或者是你自己因为某种原因你跌倒了，也是 stumble。 OK， 好， stumble stumble right。 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这整个是前面这是一句话是吧？对，金老师，对，这个整个的 stumble and just one point 完了 is、这前面这句话、所有的这样子你是有罪的， is guilty。 guilty。 你看雅各讲话非常有力量，就是他不会跟你讲模模糊糊讲不清楚什么什么，他不会兜着你转，他很快就给你结论，一句话告诉你 is guilty， 这是有罪的。 guilty is guilty， 他的雅各书都是非常，对，这个 of broken all of it， 就是说是、那个、有罪的原因是因为你有罪的原因是因为你犯了所有，你把所有的律法都打破了。你说我没有啊，我不是都守律法，我就只是好色。 No， 就是等同于你这个罪就等同于你把所有律法都打破了，他们是一体的，一体的。你不要说你这个好色没啥，好色有事儿，犯了重条了。是的，所以他说重条，重条意思就是说全部的意思，就是 whole， 就是 whole law 嘛， whole law， whole law。 所以为什么要用 one point？ one 跟 whole 是相对的。你现在看这个句子是不是好强烈好强烈哦，这个对比呀、whole law 对这个 one point， 就好像我们中文写诗一样，红对绿，红配绿，红这边红这边就要配个什么绿， OK， 那个诗词也是一样，要对仗工整的。这个句子里 whole law 就是对这个 one point， right？ 这
这个主要这一句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我就看得好晕呢、啊。不会不会不会，你要看懂了就没事。对啊对啊，你就得您给我讲了以后，哎，我就觉得一层一层的扒开了，就哎呦，嗯，才能够明白一点。对 ，cute of broken， 这才知道哪个词是哪个词，跟哪个词是一家子，才知道。所以 whole law 对的是 one point， one， 所以这个 one 多重要，不是 two point， 不是 three point， one point， 我就只翻一条啊，我就好色啊，哦，对不起，这个是等同于你把所有的律法都打破了。犯了重条，嗯，他是就说他是打破了那意思，就是犯了重罪。Breaking 就是。就是 你想 breaking all of it， 这个 it 指 law， breaking the law， yeah， 你打破了这个律法， yeah. right， 那不就是你犯了什么东西一样的道理，你犯了法吗？ breaking all of it， 这个 it 指的是 law， 嗯， okay， okay， 明白了，谢谢，明白了，嗯、好，明白了， very good。这个太长了。还有其他的问题？嗯，我没有了，谢谢。你们要有比我好的记忆力，因为你们要把你们不会的记下来，那我们就可以来这里讨论。你们不记下来，要拜托你们记下来。你们不记下来，我们就没办法讨论了，就没有材料可以谈了。就因为每次一条一条过去的，就没有弄明白的，就过去了。再一复习我还是不懂怎么回事，这是。嗯，没关系啊，这个读经就是要反复的读，很多时候就是需要这样。对，这雅各书真的是非常的吸引人，非常吸引人哈。嗯，对，因为它简单明了，它不跟你兜着转，它没有很多那种虚无缥缈，或者是说很多的预言或者什么样很深的学问，他不是像保罗那种，保罗学问很深啊，他那种很多，雅各不是这样，雅各就是一二三告诉你答案，就这样，嗯，你这是有罪，你这个就不行，你这样就不可以，他是这样子的，嗯，但是他说的都很有道理啊，他说的很有道理，嗯，对，真理嘛，真理啊，他一定是一个很有恩赐的人，神透过他的手啊，他的写出来的这些东西是非常有力量的，所以到现在很多人读雅各书读得津津有味，为什么？就是给我们这样程度的人，像我这个样子，道理懂得不多，学问不大， OK， 读不深东西的，哎，读这个读懂了，很快就让你进入状况，就了解了。嗯，反正就是这个在英语上还是要努力去理解，英语跟着中文两个对不上号。嗯，因为主要现在牵涉到的是你跟中文的版本是那个时代的人他翻译的，他跟你知道这个中文也是一直在进步的，你说咱差十年差二十年，你跟你父母那一代所用的中文其实现在就已经有差了，是不是？是是的，所以也是这样子。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谢谢，谢谢朱老师。好，谢谢。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没有了。OK， 好，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然后大家休息休息哈，然后有问题的话，我们在群里面再谈。好，谢谢。Thank you， 谢谢。Thank you， 拜拜。谢郑老师，拜拜。谢谢老师，辛苦了。谢谢老师，辛苦了。谢谢大家，辛苦大家，辛苦。好，拜拜。